大家好，我是蔡英文。对抗疫情这场仗，我们已经打了两年多，过程中的每个阶段，因为有大家一起努力，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一路走到现在这个最具挑战的时刻。而要获得最后的胜利，重返正常生活，面对不断变异的病毒特性，我们的因应策略不能一成不变，一定要从病毒的特性来下手。这一波台湾流行的 Omicron 变异株，它的特性是传播力强，但因为多数国人都已经完成了疫苗接种，因此重症率低。从今年初到现在，大约有 99.75% 左右的确诊者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所以指挥中心开始调整各项防疫措施，一方面降低疫情对大家生活的冲击，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的医疗系统专注于有重症风险的治疗，并且维持我们医疗的整体能量。现在针对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确诊者，各县市已经陆续推动居家照护，家用的快筛试剂实名制也已经上路。我知道大家现在对购买快筛试剂感到不方便，政府会持续的增加快筛试剂的供货量。在这个月，我们预计取得1亿剂左右的快筛试剂，供应将会越来越稳定。所以我要拜托大家不要囤积，也不要过度恐慌，并且依照指引，尽可能的在有需要的时候再使用快筛。行政院也已经和业者协调，会在目前疫情风险较高的北北基桃优先增加出货到市面上方便的通路，让这些地区的民众可以在急用的时候方便购买，最快下周就会陆续增加铺货。面对 PCR 需求的增加，我们一方面请地方政府设置社区筛检站，另一方面也请医院加开防疫门诊，也规划与基层诊所合作扩大筛检的量能。另外，6至11岁的儿童疫苗已经陆续开打，我们积极采购的莫德纳跟辉瑞 BNT 疫苗，提供家长更多的选择，一起照顾孩子的健康。我要向每一位照顾身边家人的国人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因为大家的一起努力，我们终于走到了这个最后的阶段。现在是2022年5月，参考其他国家疫情发展的经验以及专家的预估，在疫情即将告一段落之前，确诊人数也会持续增加，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前一阶段我们守得很好，国人全力施打疫苗，做好各项自主防疫，今年初到现在确诊的重症率大约是 0.03%， 致死率是 0.02%， 中症率大约是 0.22%， 疫情的健康风险相对低，这也代表了只要我们做好准备，我们就能够克服疫情的危险，请大家不用惊慌。疫情的最后这个阶段，我要请大家持续落实戴好口罩、勤洗手等等的防疫习惯。还没有打满3剂疫苗的国人，尽快去打，做好自身健康管理，让我们用最周延的准备来度过疫情的考验。最后，面对疫情的变化，我要请大家随时注意最新的防疫资讯和指引，我们要继续团结，戒慎而不恐慌，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这波疫情的挑战。谢谢大家。